闭上眼，听心跳在呐喊，转过身重返这世界，废墟中睁开眼，这热浪和烈焰，逆着风向前，生与死在一瞬间。你怎么不告诉我那天你也去了呀？还伤那么重，痛不痛啊？没事了，我这都是小伤，怕说了你担心吗？要不是靳世川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。下次不要再瞒着我了。靳世川告诉你的？他让我来看看你。看你这一身伤，还说不严重。秦时川没事了吧？你跟他和好了吗？还没有，他的腿伤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可能还有一些顾虑吧。你知道吗？他当时想跟我分手，是因为他腿伤非常严重，甚至都有可能残疾，他怕拖累我，才会跟我提分手。虽然知道真相以后我很感动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你也知道从小到大我最讨厌被人骗了。靳世川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这台钢琴还在。前段时间我来过一趟，还碰到园长了。没想到他还记得我。我知道这台钢琴对你来说很重要。
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季时川，你还要再逃避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没有在逃避。那你可以面对我，面对我们的感情吗？我想再等等，等我的腿。不需要等了，就现在，我们和好吧。那万一我的腿如果好不了怎么办？那我就一直照顾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如果你的眼睛受伤了，我就当你的眼睛；你的腿受伤，我就当你的拐杖。我就想跟你一直在一起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以前是你救了我，现在换我来陪你。不要再推开我了，好吗？在干嘛？在想你。我也是。试一下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你要自己走吗？嗯。
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啊？阿姨给我打电话说，让我叫你回家一趟。她怎么不自己给我打电话？我不想回去，回去又和他们吵架。毕竟那是你爸妈，回家还是要的。我跟你一起回去，有我在，他们不会吵的。我也想念阿姨的手艺了。走吧。 好吧。喂，我妈说让我回家一趟，所以我今天去不了医院了。嗯，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哦，我会想你的。嗯，明天见。 季世川，嗯，你和他怎么样了？忘记告诉你了，我跟季世川已经和好了。哎，来了！ 小霍，哎，老爹，来了，小霍来了，来了，小霍来了，小霍来了，阿姨一直在等你呢。抱歉，路上有点堵车，来晚了。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东西。小霍，你说你弄这个干嘛？来就来了嘛，以后再来不许再买东西了啊。你说你啊，一天没心没肺的，连个电话都不打，都不如小霍有心。哎呦，火上还有菜呢！哎，老爹，你来烫米饭啊！哎，好，快进屋坐。 快，照顾小霍叔叔。哎，阿贤，哎，好吃吗？嗯，小霍啊，这是阿姨特意给你做的你喜欢喝的鸽子汤。谢阿姨。谢什么？你跟徐来从小一起长大，咱们两家关系又那么好。要我说呀，徐来都这么大了，一直没男朋友呢。如果你两个在一起呀，阿姨这颗心也就安稳了。妈。 人家有女朋友，就是那个女明星于诗诗，可漂亮了。啊！哎呦，小霍有女朋友啦？是。可惜了。你说说，我还以为小霍你一直喜欢我们家徐来呢。妈。 我是喜欢徐来的，不过他没看上我。哎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儿？小霍多好啊，年轻有为，对你又好，又是青梅竹马，你说你这眼睛长头顶上去了你啊？我跟你讲，徐来啊，你错过了小霍，你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。我们都说好了就做朋友，别瞎操心，吃饭。 是阿姨，我跟徐来都说好了，朋友比爱情更长久嘛。哎呀，这以后的事儿啊，谁都说不准。从朋友变成爱人，他也不是不可能。好。哎呦，我说呀，孩子们的事儿啊，咱们就别瞎操心了。人丫头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啊，你呀，你这又叨叨叨叨叨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 徐来不回来，你怨我呀？你是一个当爹的，什么时候关心过女儿？哎，我什么时候不关心我们家丫头了？我的意思啊，今天人家小霍在这儿，你说我还注意点分寸。怎么就我不注意分寸了？哎，我问你，曲成月，当初我生徐来的时候，你人在哪儿？孩子长这么大，你关心过什么？就搁现在这话讲啊，就是丧偶式婚姻。哎，怎么是丧偶式婚姻呢？我死了？没说你。 早就离了，丧偶也轮不上你。哎，林全同志，以前的事情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谈了？你没完了是不是？我谈怎么了？我谈怎么了？不合适，有什么不合适？是不是你引起的？我拍桌子，还有人拍呢。我吃饱了，先走了。
哎，丫头。哎，徐来。那个，这个点不好打车，叔叔阿姨，那我就先送徐来回去了。哎，小郭。徐来，别生气了，阿姨不是故意的。我已经习惯了，主要是你在，这样不合适。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，吵吵闹闹几十年，这不也是一种感情吗？要是有感情的话，就不会离婚了。今天不好意思啊，害你饭都没吃好。你跟我还客气干什么？对了，你怎么不直接跟阿姨说你跟金石川谈恋爱了？要是现在告诉我爸妈我跟金石川谈恋爱了，他们肯定想马上见到他。他的腿伤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所以我想先等出院了再说。而且我了解我妈这个人，她一直希望我找一个朝九晚五还得有双休又顾家的人。她要是知道金石川受伤了，不就更有反对的理由了吗？那阿姨真的强烈反对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见招拆招呗。只要我们足够坚定，就没有人能拆得了我们。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准备去趟医院看金石川。你也是啊，伤刚好，早点回去休息。嗯。对了，如果我妈再打给你，你就直接挂掉，我不想再麻烦你了。好好的一顿饭就让你给搅和黄了，怎么不说是你给搅和黄了？我怎么搅了？是我搅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许成元，我看着就烦。你把你东西收拾收拾，搬出去吧你。我凭什么搬啊？这个房子我是交了房租的，我有权住这儿，我住这儿。怎么了？你脸皮能不能不那么厚？离婚这么久了，你死赖这儿干什么你？谁叫死赖在这儿了啊？我交了租金了，我当然可以住这儿了。啊，离了婚了，我不离开这房子，我不但不离开这房子，我还要在这儿吃东西。哎哎哎！我没吃完，没吃完呢，没吃完，没吃完呢。你给孩子做的没你份儿。不是说不来吗？我回家吃饭，还没吃两口，爸妈又吵架了。嗯，从我有记忆开始，他们就一直吵架，好像从来都没有停过。15岁的时候，他们俩离婚了。后来我爸从边疆回来，硬是搬回到家里。现在每个月都在给我妈交房租。就这样，他们还天天吵架。有时候我挺心疼你的成长，但有时候呢，我也挺羡慕你。羡慕？嗯，羡慕你一家人可以吵吵闹闹，不离不弃。我10岁的时候父母就走了，所以我一直拼命想，拼命想他们的模样，怕有一天忘了他们的样子。好了，我们不说他们了，说我们。我们？嗯，我们不吵架。如果有一天你要是惹我生气，我就……你叫什么？哇！Thank you.
你确定要这样惩罚我吗？弄到你了，没有，还留着这个脾气呢。这可是我的护身符，用完记得还我。什么都没看见啊！不要害羞。你最近没事干吗？天天往医院跑。我是过来送伤员的，顺道过来看看你，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我看你不是来关心进展，是想关心臧秋吧？放心去追，我支持你。冰山也总有融化的一天嘛。我也希望看到臧秋幸福，但我必须提醒你一句，臧秋的心不是这么容易敞开的，你要想好。我早就想好了，我有毅力，也有决心。向左转，目标，臧秋办公室，跑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好啦，这里是医院。哦。找你，谁啊？不知道，说是你之前的一个病人，说有东西要交给你。哦，他说明天下午两点在后花园等你。哦，知道满头是汗，没事，送给你。为什么要送我出去？因为我觉得你会喜欢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会让我想起方怀。我只希望你开心。我看到你和方怀的合照里，你抱着雏菊笑的样子很幸福，所以我就……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这样让我更忘不了他。
忘不了就别忘了吧。干嘛刻意要忘记过去？过去的你很幸福，很快乐。南秋，我喜欢你，所以我想让你幸福。我不仅喜欢现在的你，就连过去的你，我会一起喜欢。只要是能让你幸福的事情，我都愿意去做。哪怕是属于你和他的曾经。陆凤琴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对不起，我接受不了。陆凤琴，陆凤琴。张医生，你不知道自己对花粉严重过敏吗？我知道，我从小对花粉就过敏，一碰到花粉就不行。那你还给我送花？因为我想看到你笑，你抱着雏菊的时候笑起来真的好漂亮。不过这次过敏也算值了。值什么值啊？下博一粒。你也真是心大，明明花粉过敏还要去泡花，幸好张医生给你做了急救，不然的话更严重。啊，原来不是梦。哎，护士，我问你，就那个急救的时候，是不是得两个人得人工呼吸啊？那是当然了，没有器械的情况下，当然要做人工呼吸。谢谢啊。谢谢啊。干嘛啊？张医生，我问你，你跟我急救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接吻了？接什么吻啊？不是，那怎么算接吻呢？那是我作为医生的第一反应，你别胡思乱想。那怎么不算？咱们就是接吻了。你小点声，要是被人听见了。干嘛呀！我下来。我不管，你就是亲了我，亲了我，今后我就是你的人。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陆邦琪，我警告你啊，别得寸进尺，小心我揍你。哎，张医生，刚陆邦琪突然跑出来了，你们碰到他吗？哎呦！别紧张，你的小拐杖在那，不管怎么样都还有我在。我没有紧张，明明是你紧张，你看你，你的手都在抖。你们俩都跟我过来一下吧。是检查结果不好吗？好了，没事了。
看把你们紧张的。恭喜你，金世川，完全康复了，可以出院了。但是，一定要按时回来复查。嗯，谢谢。我想跟苍秋聊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治好我的腿。关于方怀的事。不想听。是时候走出来了。都这么多年了。当时我拦着你，是他不想让你看到他最后的样子。那个时候他身上烧伤的面积已经达到80%。他说：“如果让你看到他当时那个样子，对你来说太残忍了。”他跟我说：“想在你的脑海里留下最美好的回忆，而不是那时候的样子。”所以，请你相信，他当时是真的很爱你，也希望你可以理解，因为这是兄弟对我最后的嘱托。如果换成是徐来，我也会这样做。想死了你了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进展，您伤好了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？进展，我们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等你回来，就怕你不回来了，就一回说话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这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我已经痊愈了，从今天开始正式归队。加油！报告，进来。这位好，身体都恢复好了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所以一出院立马向您报道。嗯，世川，我们的职业经常会遇到危险，所以救助他人和保护自己同样重要。我会注意的。我听说养伤的时候，徐来一直在照顾你，
像徐来这种重情重义、对你不离不弃的女孩，你要给我好好珍惜，啊！不给我好好珍惜，知道了，政委。啊，对了，身体刚刚恢复，先休息几天，不用急着上课。嗯，我想请一天假，带着平安出去一趟。去吧。嗯。喂。喂，今天加班吗？不啊，怎么了？我们约会吧。好。哇，海边空气真好，深呼吸一下。怎么样？这么多年，我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每天我都只是在想，如何当一个好的消防员，如何救人，但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救我自己。但你出现了，这让我有了一个非常贪心的想法，我想坚守我的岗位，也想守护你。你知道当一个消防员的伴侣会很辛苦吗？他们会承受本来不应该承受的苦，但我答应你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，不会让你受苦。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好我自己，不会让你担惊受怕。你愿不愿意？报告领导，跟你汇报一下，我已经回宿舍了。领导，我什么时候成你领导了？你是我的家属，就是我的领导。面对领导，我必须要服从命令，随时汇报。领导表示很满意。领导满意就好。那我现在可以申请睡觉吗？领导批准了。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报告领导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从来不觉得累，不用担心我，领导。领导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睡觉。收到，领导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晚安。进。别过来！别走！
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报告警长，准确来说，是从你跟你的领导开始汇报的时候。领导，人家要睡觉觉了。睡觉，睡吧，晚安，想你哦。嗯。我正式宣布一下，我跟徐来谈恋爱，以后你们可以叫嫂子了。